乡亲父老们，欢迎来到我们的可可妈妈 review channel life hacks life hacks。 哦呀，因为今天哦，我们要做比较不一样的，我们instead of做 review， 我们做 life hack。 So 这个是 about the salad 的。OK， 就这样啊。很它就是一个 salad 跟一个 mayonnaise 嘛，了哦。But 我觉得它的那个概念就是你那个salad， 然后因为它里面是有酱的嘛，instead of 弄在你的手，所以你就直接从那个东西挤出来。I think so 啦，不是应该是这样。我们就 try 先，助理，我们才可以知道。我的，还要我们自己开。OK， so 这个是我们助理帮我们准备的 salad。Okay, 它里面有那个酱啊。Yeah. You just drop. 这也是阿摩郎的 hack 来的。OK. 哦，这边。要剪一剪。剪埋那个 mayonnaise 哦。说这个东西可以直接咯，它只是因为这个包嘛， right? 然后还有给叉。说这个是那个 salad。然后他们选的是什么？Garden salad with Thousand Island。又是吃。Life hack 是离不开吃，脱不了吃。So， 那个 video 就是你要把这个哦，对，呀、yeah. ，你要切了一剪，嘟嘟嘟嘟 ，and then 你就放在这边，要留一点点哦，然后你要盖，盖着它 ，OK， 来我啦，嗯 ，1, 2, 3。Go！ 哇，超干净的，你看。呀，均匀吗？不错哎，很干净哎，加力 man， 哎是加力，很干净。Oh, OK， 所以我要摇摇先。哎，也是蛮均匀的。OK OK， 开起来，给我的乡亲父老看看。哎，切。加的，哎 ，not bad， 因为哦，你一挤哦，它真的是来超干净干净。如果我觉得我们自己这样子 spread 的话，挤一挤就肮脏哦，可能手也肮脏，这个也那个，呀、yeah, ，也未必你可以挤到完里面全部的 dressing 出来。加的，小助理有用啊，not bad， not bad， 所以我们就，叮叮叮叮叮叮，这个收起来。叮叮叮小孩子看到危险，所以我们就看下一个 life hack。我们吃了先，再 another life hack。Yeah， 下一个 life hack。所以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 video， 来 ，let's 看 second life hack。你按，不要，等下我按 like。OK。So basically 有一个 wing， 然后它一直 twist， 左转右转，然后它里面的 bone 就可以出来了。好像八虾这样，假的吗？你觉得？我觉得假的，虾可以，它应该也可以、啊。它 even 下面、那个，它是要熟的 chicken wing， 然后下面的 V 那个 bone 也是可以的。Basically 就是两个 bone 的那个 wing 都可以拔出来。感谢你拔给你老公吃哦，小助理，来，它就变 bonus， 所以我们一人一个啦。OK， 我们洗手了啦 ，actually 。呀、yeah, okay. 啊，小的啦，有很小嘞。哎，这个很像有点难呢。呀，我也是觉得有点难。乖了，这么人家很大个嘞。OK 啊，不能呢，哦，很硬哎、哦。哦，我知道，你要前后。前后啊。Right。呀。所以你就要帮那个 wing massage 一下，跳舞。哎、okay? ，我放进嘴巴是不是更快？你要弄松它。OK。我觉得我的应该是可以聊了、啊。你看我已经 twist 到这样够力了。OK， 我要找那个骨出来了。哦、oh, ，OK， 你要把那个骨。很难呢。哦、oh, ，它可能还不够，它还没有 warm up 好，我可能太紧张了。啊。还是这个太柴了啦！我觉得我已经吃完了，我听说了，right？
还是我们的 wing 的，这个 wing 很干哎、欸，呀、yeah, ，我都不能很柴呀、啊，这个 wing 很，呀、yeah, ，嗯，很浪费我的大家的，哎呀，我的整个碎碎，哦，终于拔到呀，那你这么美了，哎呦，可是我的手大家的呀 ，sorry， 是我觉得我的这个 hack for 这。个 wing 撑吗？是不撑的。等下个 life hacks。OK， 我们接下来就看第三个的 video 啦。So 第三个，希望有一点特别。哦，这个我有看过，它就是 basically 有可能 like, 有我应该是可以啦，因为我看过很多人有做过这样子的 hack， 对一次啊。Okay.它 basically 就是需要一个盘子，嗯，一个马克杯，嗯，跟热水，三样东西，你就可以变一个魔术出来了。嗯 ，So 小助理，来，我们就 ，OK， so 我们现在要画了啦，我要画乌龟，你呢？画一个假人吧。OK， 这样我画乌龟。我的家人会哭那个啊。我觉得它很像啦，是要整个哦，要粘在一起哦。你哇，你乌龟会游水哦，等一下。是啦。头在那里。哎呀 ，so cute。到你。哇，哎呀 ，sorry 啊，我这种没有艺术细胞的人。你的人在蹲住，然后 ，sorry，OK OK， 是乱倒水 ，OK 来，哎，我的人，顶改嘅。应该那个乌龟会动嘛？因为我的乌龟没有出来的，大家的啊喂，大家的，阿东。Oh my god， 还是那个马克杯哦，我们应该要买的是 permanent ink， 他没有讲啊。哎 shit， 他没有讲、啊。这个 highlight pad 没有讲要用什么样的 pen。大家的，是我们家。刚才我觉得我们做的失败的原因呢，是因为水的关系。我们小助理给我们的水是热水，热水呀， yeah, 我们以为是热水，所以我们先要换去冷水，然后再 try 多一次，看一下成不成功。所以我还是画回我的这个乌龟，乌龟呗，因为我的乌龟蛮大个的这一次。小小啊，留一个位置给我嘞。这样大那个盘 ，OK， 我腿比较小个这一次。哎，我还要多一个。OK，OK，OK。哎，等一下，我这里还要 connect 在一起 ，OK。希望你的乌龟会游泳。OK 啦，我意思意思啊。大家，你这次会画怎样？怎么你还是这样？因为我要画回给人家，给人家知道是真的是加地的，一定要粘着啊。我觉得是要黏住了，这样它才可以一起 float 在一起嘛。OK， 有吗？因为它是苦屌。哎，你这里我觉得要再画比较那个头那边啊，它很像。OK， 你就是要大个过我的。你知道吗？我就是左撇子的人，你不要直接倒在它的那里，你要慢慢这样子流过去。呀，OK，OK，OK， 我就倒喽。呀。Please 游起来！游！啊！太快了？没有啦，我觉得是这个东西是打假地的。我是觉得假地，因为很多人做过，我觉得是马克杯的问题。我还是觉得是打假地。哎 ，next time 啊 ，next time 如果我们有这个板门灯的马克杯，哎，可是你看来就是累人呐、啊，可是对我来讲就是累，拉头拉骨了咯，我们的打假地啊，你看。嗯它是能
飘起来啦。But then 它是要你要它整个那个图画 perfectly 这样子浮起来，然后这样子很像他们这样子的，可以这样 band 啊，可以那个乌龟在游泳，我觉得有一点难。可是对我来讲，如果不能 perfectly 这样子浮起来嘞，就算是 daddy next。啊，我们还是不甘心，因为我总觉得应该是 work 的嘛，对不对？不可能这样子，对不对？它都可以浮起来，对不对？是哦，是我。我们再做多一次，我们给它久一点，应该可能那个印还没有干。所以我这次嘞，可能你乌龟不会游泳啊？呀，我画一个鱼喽，这一次。怎样办呢？我那个 dot 应该是很不能呢。哎，是咯。你觉得像鱼吗？OK 啊，因为一定要 connect 吗？我讲真，我真是不懂要画什么。哎呦，我画云朵吧。其实这个蛮好玩的，如果是 work 的话，因为可以跟小孩子一起玩。Yeah. 你不会这个是？可以，它是 not connected 的。我要哦。呀，所以你一定要 connect。等下我的鱼才变成这样。OK 啦，我画一个蘑菇啊。哇 ，broccoli。哇 ，it not bad 啊，你那个 dot 也是没有 connect， 你要救。没有 connect 就没有 connect 啦。OK， 可以可以。还没晒哦。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要给它干，来可能放在那里一分钟，应该是可以。你觉得嘞？你觉得？我不懂，我希望它是加地的。因为我也是很希望，我想要我的鱼也游起来，活起来这样。嗯呀。嗯。OK， 你觉得可以了没有？还是你的手很臭？得算你刀都打加地，这次轮到你刀，捏一下。嗯。等一下，我要给你看鱼会变啥？我的鱼破了。OK 啦，我觉得应该我们要认命吗？认命了啊，我。但我觉得，你看它哦，断掉。它到到一个点，它就会。还是我们的马克 pen 不够 solid。I'm sorry， 我觉得是我们马克 pen 的问题啦。我就是不死心。Maybe 下次我们再做多一次是 with permanent 的。嗯嗯 ，OK 啦。大家的 with whiteboard 的马克 pen。嗯，所以 next。OK， 第四个 video。Let's watch。So 两粒苹果，擦擦擦，摩擦摩擦，生一个小苹果出来。哦，就是说这个青苹果。讲真啊，我觉得哦，嗯，没有什么可能呢。我是这样觉得。呀，你看它的那个。OK， 好的。iPhone， Let's try an apple charge apple phone。That's right. OK， 所以我们其实这个 apple 它要摩擦先。哎，其实 by right 这个它有蜡，要不要？要不要拿？它就会磨掉那个蜡吧，可能。然后 adapter， cable， 看一下有没有烧，我有点烧。两个 coin。跟这个是要插动了，好啦，摩擦过了啦，你要伸小苹果出来。OK 啦，我觉得应该是够了啦。OK， okay. 你搞定这个 coin， 你要插这个 coin， 等你做这个咯。OK， yeah. 我就你小心哎。OK， 然后你动一点。OK， 嗯，收。其实 toothpick 是没有用的。toothpick 是拿来擦他们按摩的那一个。做 marking 的是吗？诶，这个是这样吗？嗯，应该是这样。哦呀，你要擦，把你擦先啊。我擦好好。你要我擦。Oh my god！ 那个 juice。
OK， 到你唱了，应该是你先给他有音间。OK， 我要 jadi ke tak jadi， jadi ke tak jadi， macam yes 啦，有这样，好像很大工程这样。OK， 这 Apple， 这个应该是在 camping 的时候、啊、Apple， 咦，这个哦，你去那个荒岛啊 ，Survivor Challenge 啊，对，你那是播哦点哦。这样子、OK， 应该是可以啦哈。OK， 来插呗。Apple， 哎、欸，我电话嘞。OK， 好了，东西好了。嗯 ，Ready。OK，Get set， go， go。哈哈哈哈哈哈！你是到你没有，反应下更。哎，不要弄坏那个 game， 为了这个 hack 噻。不能呢，不要玩玩，还是不够热我的 Apple， this is 不够大力，没有啦，还是你的这个这一个 supply 不到他的，还是我这是以来比较大家一点，放屁，他小家小家的才可以，咦，这个是哎 ，OK 啦 ，conclusion， 大家的，大家的啊，都这样子给那个黑人看到啊，他一定这样。是见了这个插那个就好了，多么你要两个 Apple 插插。OK， 不用紧，下一次我们再 try 别的新的 life hacks， 嗯 ，which is 有用的。然后今天你看了我们的 life hacks， 有些是 jadi， 有些是 tak jadi。不过我希望我们的 life hack 可以帮到你们。OK， so 记得 subscribe、like 还有 share 我们的 channel。Coco Momo review life hack， life hacks， yeah。Bye! Bye.